你无爱做工课，啊，咱一直用，就是这款，这个菩萨在要成就大家成就的时阵，啊，咱就是做一个真正无人爱做工课，我拢提出来做，我拢很卑微的我来做，路的那坎坎坷坷，我来甲补好势，安尼，一切拢是为众生想，这个自受亏损也。伊的慈悲，他能够为众生，处处为众生着想，处处啊，我来为众生服务。有这款的这个，这菩萨的这个慈悲，就是伫这个所在。过来就讲，是害为师，害就是害人的害，看害看这个会害人的物件为师。啊，就是咱人中间伫这社会形形色色，啊，有诶菩萨嘛是菩萨来示现诶，是安怎，拢做着一寡较危害诶代志，危害这社会，危害这人类，危害别人，种种各种，就是要害人诶诶行为。咱了解了后，当作这个是咱的事，咱的这个老师，怎样讲呢？因为伊的实现，才让咱知影讲，什么代志袂使做，什么代志咱来避免。何为恶？啊，就是伊来实现，做着这款非法的代志，做着这款不应该做的工作。大家安尼。心中的惊吓，予人财产的损害，予人性命的无去，啊，过来就是侵夺人的财产，拆害人的家庭，这种种自古至今，这款的行为，足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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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咱就是以他实现这款的。做咱的老师，予咱毋通去做，毋通介伊的模样，咱毋好学。李林甫，东调的李林甫，伫咱中国足有名的。伊伫要做卖做宰相时阵，有一个导师看到伊，甲伊讲：“讲你有20年的官运，我要做个宰相。20年了后，你都要紧提落来，赶紧来修行。你将来啊，我都立入仙班。啊，这李林甫，有影，伊头壳真好，伊个心力嘛足够诶，对这心肝这想代志足够诶，处理代志足够诶，有影变个宰相。哇！你个宰相时阵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，嘛是还阁痛苦呢？痛苦安怎？面顶还阁一个人，啊！伊所行为的什么代志，国家的代志，拢要经过伊啦。皇上还袂通我看咧啦，伊先看伊做裁决，啊！伊心肝就是一直干呐想讲要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即款呢？心态，20年伫要教的时阵，佫撞到迄个导师，迄个导师佮讲足生气的。你这20年伫遮幸福作浪，将来你会得到无好结果。安尼，李林甫嘛，你哪有伫想迄？我当今的宰相呢？天下是用要我的安尼，一将管下天下，啥物代志拢啊经过伊，一必定生死呢。但是因果啊，业力伫弯转、伫加转的时阵，非常的可怕。当个往生的时阵，伫个即个因果的善主面顶。
还是咱的这个历史记载内底，拢有李林甫转成为畜生，真济，很可怕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不可以为师，四害为师，啊，都是伫遮。所以，咱伫修行上，一切这个业力的显现，就是伫咱的身口意啊。回归到原点，身口意，咱来把咱的心口意好好给修好，你就无因果啊。你就是善言，菩提之言，啊无，无采咱，按大家认真地护持三宝，修改。如果身口意若无好好，该管教，好好，咱来利用伊来做菩萨的圣业。一放逸，怎啊做伊？害咱对着地狱受苦，诶，这个业因，那就非常的可惜了。大家啊，简单的将所知道的法来供养给各位啊，希望能够和各位能够有受用。阿弥陀佛，感謝大家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福建人、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，初一十五、初二十六，会在门口点一支香。那这一支香点在上面呢，哦，供养玉皇大帝、诸神；点在下面的，哦，布施给好兄弟、孤魂野鬼。所以希望各位把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继续努力做下去，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。放在树下门口给那些可怜的众生，你愿意再点一盏灯让他看到极乐世界，那更是庄严。你愿意布施一杯水又放在旁边，那更是慈悲。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，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，你心灵改变了，世界也跟着改变了。愿各位经常慈悲因供，慈悲施食。阿弥陀佛。
南无无量光，诸香及香王如来，华自在力王如来。南无无量光，诸香及香王如来，华自在力王如来。南无无量光，诸香及香王如来，华自在力王如来。念诵一遍，能消除毁犯律仪及菩萨戒之罪障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